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上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在此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除了对这一报告进行审议之外，还结合审议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这是本届常委会第3次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实施情况展开执法检查。这次执法检查历时5个月，规格之高，人员之多，覆盖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现行水污染防治法是2017年全面修改的，由92条扩充到103条，建立完善了从目标、要求、标准、措施到法律责任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今年4月至6月，栗战书委员长和3位副委员长分别带队赴四川等8个省开展执法检查，同时委托23个省区市开展自查，实现了全国执法检查全覆盖。这次执法检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紧扣法律规定，查找突出问题。同时我们还创新性的引入了第3方评估，加大明查暗访的力度，开展法律知识问卷调查，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检查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的监督职能，目的就是为了检查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连续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近期正在开展可再生能源法执法检查和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的前期调研。这一系列执法检查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要坚决用法律的武器、法治的力量，为人民群众创造优美的生活环境。水、大气、土壤，民众最关心的环境问题如何守护？创建了资源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新情况、新问题怎样应对？法律又如何适应新变化？一字之差呢，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法治保障美丽中国，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近几年，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相继制定、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也已经初步建立。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总体形势如何？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都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来自最高立法机关的声音。我国一直都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但由于过去我国主要是依靠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导致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党和国家提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原则，就要求立法要及时跟进。新中国成立以后，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资源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进一步完善了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通过不懈的努力呢，在法律制度上创建了资源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自1989年以来，环境保护法20多年未作修改。随着环保领域单项法律的不断更新完善，环境保护法的统领作用被弱化，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社会各方面修改呼声很高。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总则里做出了规定，同时完善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比如环境标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排污许可制度、总量控制制度、区域限批制度、野生动物分类分级保护等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环境保护法针对违法行为规定了一系列严厉处罚的制度，比如按日计罚制度。在接受处罚以后，你要改正你的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拒不改正的话，那么就要在处罚所做出的行政决定的次日起按日连续处罚。那么这个规定呢是没有封顶的，如果你的违法行为延续一天，那就要对你进行处罚一天。环境保护法的全面修订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修订，把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为其他专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上位法依据，让民众能够更加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雾霾天气频发，民众对空气质量普遍不满，对蓝天白云的向往加快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步伐。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突出问题导向，大气具有流动性，靠以往的单打独斗、自扫门前雪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形势，这就需要建立系统施治、综合治理、区域协调、部门联动的新的管理模式。那么主要就是明确了联合防治的一个机制，就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这个要求呢，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责任。为应对雾霾等重污染天气频发的突出大气污染问题，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专设重污染天气应对一章，规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重污染天气的一个预警机制，并且把重污染天气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是纳入了应急管理体系啊，就是根据这个预警的等级，可以责令有关的企业限产停产，那么停止部分机动车的行驶，那么禁止这个燃放烟花爆竹等。大气污染已经由煤烟型的单一污染转向复合型污染。根据污染源的解析发现，燃煤、机动车船、工业、扬尘和农业等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这些主要污染源的治理都做出了针对性规定。珍惜和合理保护每一寸土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土地是生命之基、万物之母，是不可再生的，只有把耕地保护好，才能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2019年8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此次修改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上升为永久农田保护制度，两字之差体现的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要求。具体的体现到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把这个基本农田的划定范围也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要求各地优先把这个好的地，比如说棉、粮、油、糖的这些重要生产基地要划进这个基本农田，要把这种高标准的农田划入基本农田。这样的话呢，就防止地方把不好的地冒充好地划入基本农田，同时也防止它把好地不划入基本农田，这样在法律上就做了一个详细的界定，防止出现这种行为。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还对地方政府的一些不规范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限制地方政府通过调整规划的形式
擅自把永久基本农田通过征占用的行为转为建设用地。此外，对省级人民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证自己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耕地总量不能减少，质量不能降低。土壤是大气、水以及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的最终受体。调查表明，我国土壤污染总体状况不容乐观，重点区域污染严重，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势在必行。土壤污染具有这个隐蔽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它的治理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土壤污染的治理，它的关键就在于管控和修复。为了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心、住得放心，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农用地地块和建设用地地块的特殊风险管控制度做了重点规定。关于这个农用地地块呢，我们就是做了规定啊，可以划定特定农作物的禁止生产区域，可以开展土壤和农作物的协同监测和评价制度啊。在这个建设用地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个制度，就是那个土壤污染的管控和修复的名录制度，凡是纳入这个名录的这个地块都要相应的采取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啊，并且实施这个严格的这个用途管制啊，不得用于住宅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用地。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是一场民生工程，它改变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缺乏专门法律规范的状况，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提供了强大法治保障。我国自1979年开始，污染环境的行为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即缴纳排污费。排污费制度对于防治环境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2016年1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税法》。费改成税，它一字之差呢，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呢，税两个特点，它一个呢，它刚性，对你的这个违反税收管理的这些行为的话呢，都有相应的管制的一些手段，甚至包括一些刑法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它的程序比较公开透明，所以费改税以后的话呢，能够起到呢，就解决目前在排污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刚性不强啊，甚至有一些地方保护的一些问题。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环境保护税法的三个立法目的。总的来说，就是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企业的经济行为，树立和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党的18大以来，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的新时代，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1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民事行政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在民法总则中也明确规定了，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18大以后呢，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成效是显著的，坚持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基础，着重解决了在我们当前的这个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比如说大气呀、水呀、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突出的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加快了这个法治保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进程。生态环境质量呢总体向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区域更加协调，畅通了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从法律上保障了信息公开和社会公制。环境保护法和有关一系列专项法律修改以后，有关配套措施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探索生态环境检查公益诉讼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司法保障，法治保障美丽中国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继续播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蓝天碧水和净土，离不开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全国检察机关严格落实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职能，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同时探索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保护公共利益，完善诉讼制度，促进依法行政，解决在实践当中的不作为、乱作为的违法问题。让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检察机关的声音。全国检察机关贯彻从严打击的方针不动摇，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能，对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持续保持打击的高压态势。2019年1月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批捕人数和起诉人数同比分别上升41.7%和25.2%。落实挂牌督办制度，强化对重大污染环境案件的督导督办。2015年至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了54起重大污染环境案件，并对一系列重大案件进行现场督导。对于挂牌督办的案件，我们的要求是要求他们在这个重大的一些时间的节点，还有一些这个重大的进展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报。同时我们对这些案件的进展我们是同步掌握，然后对于一些案件我们是要下去这个跟当地检察机关一起来督导督办。惩治犯罪是手段，而最终的目的是保护环境，恢复生态。全国检察机关结合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开展生态恢复检查工作。截至2018年12月底，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级检察机关会同法院、公安、环保等部门，共建立各类生态环境恢复基地459个，面积21万余亩。那么对于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是一些初犯、偶犯等等主观恶性不太大的，那么我们积极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惩治犯罪的同时让他们主动来修复生态。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污染环境等公益侵害问题的一项具体制度设计，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具体举措。从2014年10月中央提出这项改革任务之后，完整地经历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开5个阶段。2017年7月1号到现在，将近2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办理了19万件左右的这个公益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当中呢，50%左右的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开以来，和试点期间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诉前程序作为公益司法保护的最佳状态。检察机关办理的有关环保公益诉讼案件中的97%都是诉前程序案件，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之后，就主动做出了整改，而对那些没有整改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诉讼，将庭审做成了一个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它不是和行政机关的零和博弈，也不能去越俎代庖。
我们呢还是从法律监督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去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环境这样的一个职责使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还有效地提升了行政执法公信力，对于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存在职能交叉、相互推诿的问题，通过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的发挥，有效地推动了相关部门共同发挥合力解决相关难题。在一个一级饮用水源地里面，有一栋违章的建筑，这栋违章建筑呢存在了14年，它的这个执法涉及到5个部门，那么这几个部门确实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些突出问题的时候，可能都不愿意往前冲，那么最后国土是主动找到了我们市检察院，然后要求检察院出面进行监督，后来检察机关经过调查以后，像这涉及到的相关的应该承担相应监管责任的这些部门都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共同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围绕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检察机关一直把生态环境领域的检查工作作为一个重点着力去抓。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生态环境部等9部委专门召开座谈会，会签协作意见，形成攻坚合力，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部署，对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与水利部联合开展携手清四乱专项活动。此外，还开展京津冀大气污染专项、汾渭平原大气污染专项等各种专项行动。全国各级法院一直在探索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问题。2014年6月，为了进一步发挥环境资源审判的职能作用，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至今5年的时间过去了，环境资源审判在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审判机关的声音。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以审判专门化为总抓手，大力加强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建设，专门化审判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134个，2018年已经增长到1271个。专门环境司法机构的建设，应该为我们国家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的职能作用，有效地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啊，奠定了一个机构和队伍的基础。环境资源审判包含方方面面，一个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同时触发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在产生私益诉讼的同时还会产生公益诉讼。为统筹适用各种法律责任，发挥审判集聚效应，最高人民法院着力推动构建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案件统一由一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审理的归口审理机制。这样呢，有利于维护裁判的统一，更重要的，有利于就这些案件的裁判呢，形成一种相对一致的考量，来发挥呢审判的这种相关的功能作用。环境资源案件容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消除地方保护对于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有效推动建立集中管辖机制。集中管辖呢，它解决的是不同法院之间，那么在同一类案件或者是在同一批案件的审理当中的这个裁判尺度统一问题。通过集中管辖，也就是说使得这个典型的这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带来的这些案子呢，能够集中到审判力量比较雄厚，那么审判人员呢有这个相对丰富的审判经验的这些法院，由他们呢来这个集中进行审理。在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中，一些案件的审判执行方式不同于传统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鼓励地方各级法院
坚持系统保护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智慧，积极探索创新审判执行方式，预防环境损害后果的发生和扩大，力促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你比如在保全方面，保全方面呢，咱们很多地方法院呢现在探索实行了一个叫禁止令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通过法院呢下达一个禁止令，禁止排污企业这个继续排污，或者禁止呢这个非法采矿的这个当事人继续非法采矿的相关行为。在环境资源案件的执行中，如何保证生效裁判的落实，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也是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的问题。对于生态损害不能在原地修复的，实行异地修复。异地修复的同时，对于不能恢复原有状态的地方，实行替代修复。如果被执行人没有能力修复，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支付相应修复款项，委托第三方代为修复。你比如委托这个第三方监督，与人民检察院那么共同去监督，或者与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共同监督，通过这些这个方式来保证生效判决的持续的履行，使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呢那么尽可能的修复到原有的水平。司法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在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严惩环境污染犯罪是强化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立法提供刚性保障，多项措施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法治保障美丽中国，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继续播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垃圾产量急剧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厦门作为第一批的试点城市率先开始了探索，并且在2017年8月出台了《厦门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这部地方性法规。那么这部法规出台之后实施的效果怎么样？民众又是如何践行的呢？厦门是我国比较早探索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但作为试点城市，十多年来这项工作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呢？就是缺乏了一种以法规为保障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呢，在这个政府管理部门呢，也处在一个垃圾分类无法可依的这样一个状态。做好垃圾分类，法治是基础，所以厦门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之时，就把垃圾分类立法列为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的重点立法项目。首先就是这个垃圾怎么分呢？标准是什么呀？有的就主张说写细一点，那么老百姓好操作；有的说你写开阔一点，你这样的话才不会漏掉了，是不是？如何更好地让民众接受理解，更具可操作性，是这部法规在立法过程中研究的重点。经过慎重考虑，这部法规将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法规正式出台后，厦门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整个过程啊，我们采取的措施，一个是宣传，第二个是这个小手拉大手，就是通过学校，这个小孩带动这个家庭。那第三就采取的是大手带小手，以党建引领，机关党员先来推。这个全面的带动，那最后我们现在正在推行，就是说左手拉右手，就是家庭妇联介入来进行推动。除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标语、宣传展板，一些义工组织也深入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普及。这些居民慢慢的从最开始不懂得分，到
到现在他懂得分，就是会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已经就是慢慢的就是开始会分类了，也知道了就是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性。而社区组织也通过各种形式对社区内的居民进行宣传，他们定期进行相关知识的宣讲，还在社区内设置督导员和志愿者对居民进行讲解督导，一些不理解的居民也逐渐接受并积极响应，大家就渐渐地养成习惯了，而且他们看到变化了，小区环境漂亮了很多，所以居民慢慢地就支持的声音就很多了。厦门市五原第二实验学校的学生们正在利用课间时间玩游戏，这个游戏是结合垃圾分类知识改编的，学生们可以边玩边掌握知识。除了改编游戏，学校还将垃圾分类的知识编入了各学科的教学计划中。这是厦门市海沧区盐魁小学的学生们在上音乐课，学生演唱的就是融入了垃圾分类知识的歌曲。如果这种益处只是用我们传教士的方式对孩子说，那可能他们觉得不太形象，但通过这样子的戏剧歌曲这样的方式，孩子们就可以感受到我这个环保行动是有用的，而且用处还很大。法规的作用在于其强制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对于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可以进行行政处罚，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更多的是以劝诫、辅导、鼓励为主。比如说，刚开始是用积分兑换啊，兑换肥皂，兑换什么？厨余垃圾会污染，那就一次性就拿到小区来，我设了一个点，我就收走了，你也不要去哪里投。我还因为厨余垃圾可以做有机肥，我就奖励你蔬菜。厦门各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市民积极响应垃圾分类工作。分类做得好的市民可以累积厦门当地的白鹭分，并可以进入信用体系，从而在生活上得到便利，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与度。那么现在厦门市已经有100%的建成期，90%的农村这个开展了生活垃圾的分类工作，市民的这个参与率这个达到了85%，垃圾分类的准确率达到了80%。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1月31日，上海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出台，并于7月1日正式施行。北京、深圳等地也在陆续研究垃圾分类的立法。垃圾分类是一项全民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它是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对生态环境最直接的贡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国家公园法》《草原法》等法律将会陆续制定修改。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森林法》进行修订，同时，全国人大环资委正抓紧起草《长江保护法》。这一系列的立法都在释放着我们保护好生态环境的态度和决心。我们也要对已经制定的法律不断地进行评估，及时地完善和修改。我想呢，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的道路是不动摇的。我们要用法治不断地巩固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要持续不断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需要立法科学、执法严格、司法公正，同样需要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守法自觉。只有人人参与、身体力行，我们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持续的改善，我们才能够守住我们的蓝天、碧水和净土。